走啦，唔好再拖啦！喂，你做下埋嚟啊！我再打啲空你入去。周泽宇，放低支针好。你走唔甩噶啦，走啊！下个可以走啊！好，你唔好乱嚟。我叫咗你哋唔好跟住我啊！你而家翻转头仲嚟得切噶？你收声啊！你唔好资格同我讲嘢。唔好，冷静啲，冷静啲。冇啊 ，Luna， 小心。 你自首啦！依家仲嚟得切。你收声啊！上次我已经冇开枪打你，点解你一次又一次咁出卖我啊？就系估唔到你变成咁啦。你以前同我讲你最憎个系你老豆，但系你而家一步一步咁行紧佢条路，成成知道咗之后会点啊？又会咁憎你嘅？唔会啊！叶小姐去抢嘢啊嘛，我为咗个女啊！ 我同婷婷喺埋一齐，我有乜嘢错啊？你唔好再话自己啊！你自己系个咩人，你最清楚。你收声！你再讲，你都讲我杀咗你。就算你杀咗，你都要面对现实噶。你收声啊！ 你点啊？我走咗。冇鬼嘢，住先，流咗好多血啊！ 哇！妈妈，一一二二，哇！好多钱啊！你点知道妈妈噶？奶奶成世人最锡佢个仔，我咪用阿咪生日日期试咯。成日话俾我听冇钱，屋企啊几百万喺度啊！ 你咪就系话我系你个女流住嚟嘅血嘅，但我同你唔同，你去抢嘢，你去害人，我被逼噶，你哋个个都逼我啊！阿咪唔肯拎个缸出嚟救阿女，系佢逼我杀佢噶，我唔想噶。原本谂住同阿奶奶好好地咁生活，我俾3000万佢啦。 佢出蛊惑喎，佢同我争情情啊，系佢啊，系佢逼我换佢啲药噶，我唔想噶。本身我谂住自己搞掂嘅，但系你又翻嚟㧬佢落楼梯，系你啊，系你逼我行呢一步噶。点解你要同细佬讲啊？我冇咗个细佬啊，我冇咗我最好嘅朋友，我连个女都冇埋啊！罪魁祸首系你啊！ 你点解要逼我行呢一步？最讽刺嘅，我最憎嘅系你，但我一步一步行翻你条路，我连自己嘅女都利用埋，我唔系人嚟嘅。
冇情证，冇咗最爱佢阿女，我仲留喺呢个世界度做乜嘢？吓！你嗰啲血我唔要，我还翻晒俾你啊！我还翻俾你。我冇谂过我最后会行到呢一步 ，Ray， 估唔到我哋最后一次见面会系喺个 lift 度。当时我真系好嬲，我好想杀咗你，但我最后都落唔到手，系因为我觉得死过唔应该系你，你系我呢生入面见过最善良、最好嘅人。我一路都以为自己是一个好善良的人，而家我才知道自己有几错，我已经翻唔到转头。呢个做咗咁多坏事的人，结局只有一个，就是死。你同细佬是我最信任的人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好想请你哋帮我照顾好晴晴，有你哋睇住，我就安心了。拜托你。不过好多嘢都真系睇你点样选择。你一开始选择隐瞒，咁呢条路注定就好崎岖，好难行。但你放心，你个女晴晴佢好靓。他选择坦然去面对，他将自己的身世讲给他另一半听，而他老公不单止好锡他，仲好维护他。如果一开始你不是选择隐瞒这条路，可能你的结局就不会是这样。现在就 like 和 subscribe TVB USA 的官方频道，就可以即时收看更多的节目精华片段了。